下停下，这不是我前妻吗？哎呀，我口罩呢口罩呢口罩呢，我下去。哎，姑娘。哎。你这个花是怎么卖的？十块啊。你这么热的天，你怎么还在这里卖这个花呢？起码我就想卖些花。哦，那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呀？你好面熟啊，我深眼熟悉，我们是不是见过呀？啊、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你肯定认错人了。我这人长得比较大众点嘛，声音也大众。那你能不能把你那个帽子还有墨镜摘一下呀？哎呀，主要是我眼睛不舒服啊，所以我才戴的墨镜嘛。啊，你这花有多少啊？挺多的，家里还有。那要不这样，你给我按9块，全部按9块算行吗？你全都要啊？啊，都按9块算行不行嘛？都按9块呀、啊？对。嗯，行。哦，你是一直在这边卖这个花的吗？然后你家那个姜没有卖吗？啊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啊，那个，我以前也看到你在这个镇上卖过嘛。哦，这不今天去嘛，我就先把这些花卖了。哦，那这样吧，我把这些全都要了，好吧？全都要啊？啊。你用得完吗？啊，用得完，用得完，我们公司用嘛，人多主要是。你为啥对我这么好啊？你是认识我呀？啊，没有，你认错人了，认错人了，我们公司用的，真的，所以我买的多嘛。哦，那行，那都按9块给你算，你装走吧。好、啊，行，那你在这里等我一下啊。嗯，好。哎，姑娘。哎，哥。哎、来，这个拿着。要不了这么多。哎，不，这个是定金啊，定金。不要。哎，你先收着嘛，不让你这个花，我就不要了。然后你家里不是还有种菜这些吗？然后你就先收着，好吧？你怎么知道呀？你刚不说你还在这个街上卖菜这些吗？然后你都收着吧，然后咱们公司后面有用花呀，或者是用菜的地方都可以在你那里拿嘛。啊？对，然后不够了，你到时候直接找我们财务就行，好吧？你怎么对我这么好？我们真的不认识吗？哎呀，不认识，真的不认识。那你们公司用得完吗？啊，没事，用得完，用得完，七夕嘛，用的还是比较多的。然后你先把钱装收起来吧，好吧？你看这么多人呢，还有这个车来车往的，是吧？然后你就全部按照10块吧，也不用按9块了，好吧？不是9块吗？哈、啊，没，你按10块走就行了哈、啊，你就听我的嘛。啊，你真的好眼熟啊！啊，我是刚好公司在这儿，然后这边有活动呢，然后就看着你这个花还不错，然后你这个人也挺大量的嘛，是吧？能不能摘一下眼镜？啊？能不能摘一下眼镜？啊，我这个眼镜不太舒服，不好意思哈。哦，那行，谢谢你啊，哥。啊，没事。哎，这不是我前妻吗？哎，你开到他前面停一下，开到前面停一下。哎，姑娘。哎，大哥。你咋在这里呢？你不是帮我把花买完了吗？啊。我收摊回家呀。我收摊回家了。啊。哦，你是去哪里啊？去李家村呐、啊？你咋知道的？哦，这前面好像就是李家村嘛。啊，要上山呐。哦，要上山。嗯。哦，那行，那你要不上车我带你吧。你都帮我把花买完了，我咋好意思坐你车呢？哎呀，没事，你看你今天卖了一天花了，也挺辛苦的，是吧？刚好我顺路嘛。嗯，不坐了，太远了。哎呀，没事，你有啥关系嘛，来嘛，没事。嗯、你这背的啥呀？这看它挺沉的呀。就我早上挖的那个生姜嘛。生姜啊。嗯，土特产。哦，你这会儿看到有20斤的样子的。150多斤。150多斤啊。嗯。哇，这么重啊。嗯，我都习惯了。你这还不到100斤呢，你看。嗯，你说话咋怪怪的呀？我这一路上都在想，你真的好眼熟啊。哎呀，没有。你要不上车吧，我就顺路捎你一下你嘛，好吗？嗯，那坐你车要钱不？啊，不用钱哦。不要钱咋坐嘛？哎呀，没事，你看我这4个轮子跑得方便一点嘛，是吧？走，上车嘛。那不要钱，你去我家吃顿饭吧。啊，去你家吃顿饭呀、啊？嗯。哎呀，你看我这个车上有方便面呢，你要、那多不营养，我回去我给你做点我平时吃的东西吧。哎呀，那会不会太打扰你了？不会，我家里又没人，我一个人。哦，那行，可以吧？那上车吧。啊，好，谢谢啊。啊，没事。哎，姑娘。嗯。哎，你看是这里不？你咋知道的？
哦吼，你刚不说开车40分钟吗？然后我这边算车时间了。好，谢谢你啊。哦，那是这边哈。嗯，不是，你咋知道我家在哪的呀？还在上面呢。啊，是这样。是这，我感觉你好熟悉。我意思是不去你家吃饭了吧？你这开了40多分钟了，你不去那油不白烧了吗？主要是，哎呀，我这。不太方便吧？吃个饭。哎呀，方便吗？方便，我一个人做饭很快的。你是不是嫌弃我们呀？啊，你说那话，我怎么会嫌弃呢？是吧？我主要是怕打扰你们嘛。不打扰。哦，不打扰啊。走吧，吃个饭吧。啊，行，那你走前面吧。那行哥，你跟着我走啊。啊。行哥，这就是我家了。哇，这就是你家，好漂亮啊，你家。哇，你这里还怎么还有这么多那个菜啊，蔬菜啊？这个是豇豆，我们家自己种的。啊，自家种的。啊。哇，这么多啊！我们旁边就还有其他的伯伯、大妈他们，要卖的就放在这里一起收嘛。哦，这样子啊。啊，哥，你先坐一下。啊，行，好，谢谢哈。哥。哎。饭给你做好了。哎呀，你这。太麻烦了，不是随便弄一点吗？我怎么还把你家那个坛菜给抱出来了呢？我们自己家平时就这样吃的呀。这样啊？啊，你这个是什么咸菜吗？姜片。姜片啊？嗯。哇，你们这个姜片能腌着吃啊？啊，我们山里人一到夏天就吃姜片嘛，因为冬吃萝卜夏吃姜。哦，冬吃萝卜夏吃姜。啊，哥，我先给你盛点，你尝尝吧。啊，行。哎，哇，这个还是泡椒的呀。好了，哥，快吃吧。哇，这个会不会很辣呀？吃起来很香很下饭的。哦，是吗？啊，尝尝。啊，行，我尝一口哈。嗯，先吃一个小一点的。嗯，这个可以。好吃吧？嗯，好香啊。啊。哎，这个吃的真的好爽口啊，真的。啊。哎，我再吃一口。哥要就馒头的。嗯。要就馒头吗？啊。行，那我就个馒头吃一口哈。啊。我这次吃一个大一片的。啊，这个可以，好大一片啊。嘿嘿。嗯，这第二个更香了，这个。啊、嗯，这个配着这个馒头，真的好下饭了、啊。像我们早上喝个粥，拌个面，或者中午炒个菜，拌个凉菜，放一点在里面，提提味，都很好吃的。嗯，是吗？啊、嗯，哇，这个吃的真的好爽口啊，这个。嗯，你多吃点。行，而且很解腻嘛。嗯。而且它姜本来比较冲嘛，这个也没有那种冲味啊。没有的。对了，你这个是怎么做的？这么好吃啊？就是我们自己地里面种那个新鲜的姜嘛。嗯、拉过来切成片，然后再放点剁椒、放点调料，放进这个坛子里面，盖上盖子，腌一段时间就好了。哇，怪不得这么好吃啊！这个啊、嗯，行，多吃点。行，我再尝两口啊。嗯，好，哥，我去给你倒杯水啊。啊，行，麻烦你了。没事。哇，这个真的太好吃了。哇，这个真的太香了，这个，嗯，哥，嗯，起来了，这馒头都吃完了，5-6个呢。哎呀，这个主要是你这个姜片太香了。那你喝点水。行，要最后一口啊。够不够？我再去给你蒸两个。哎呀，够了，真的。够了就行。嗯，真的太好吃了，太适合夏天了，真的。那个话怎么做来的？嗯，冬吃萝卜夏吃姜嘛。哦，冬吃萝卜夏吃姜啊，吃了对我们还好嘛？是吗？夏天吃姜啊。哎呀，你这个刚刚在哪里买到啊？就是那个剁椒姜片。你喜欢吃的话，待会我给你装两瓶，你带回去啊。哎，不，你这个这么好吃，我肯定要推荐给那些哥们朋友的呀。他们买的话，在哪里买能买得到呢？现在点头像进直播间就能买到了。啊，你还有直播间呢？啊，刚弄的。哎呀，那这贵不贵啊？因为这个生姜在菜市场买的话，一斤也不便宜了。嗯，不贵，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。然后现在一瓶的话是280克，到手的话是2瓶，560克。哇，合着一斤多呀！啊，才不到30，还包邮到家呢。还不到30啊？啊，哇，这么便宜啊！啊，2瓶的话你可以吃一整个夏天。哇，那太划算了呀！真的，那能不能再给我来两个馒头啊？真的太香了。啊，能行。那我一会儿去你直播间抢哈。啊，我现在给你弄去。啊，麻烦你了。没事。